到南港啦。其实我家来南港蛮快的，如果从我家附近的火车站的话。第一次来瓶盖工厂，就是之前的市集我其实都没有来过，第一次要来逛，不知道会花多少钱，我还带了现金，不敢用LINEPAY。刚朋友说他才用了，就是设定好LINEPAY，我完全不敢设定。不对，我本来就有LINEPAY啦，但是现场我绝对不会用。
不知道看完前面的市集现场，大家有没有非常的想逛？那如果有看我前面的影片的话，就知道其实我有去文具展嘛。然后去完文具展，隔天呢，我早上六点上完影片之后呢，我下午大概傍晚啦，我就出发又冲去自己印的纸胶带俱乐部，在南港平带工厂。那这是我第一次去，我觉得那边的环境很棒，我超喜欢的。下次如果还有其他的展，我要多多去看看。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战利品。好，首先呢是这个是市集现场的纪念章。我们现在介绍 Ours， 我真的是大家都知道我是 Ours 的老粉，我大概从入坑那一年就开始买了，所以 Ours 的东西我基本上就是从头开始买。那这一次呢，我买了这颗印章。那我为什么会买呢？因为我其实那个时候看美好文具室的那个市长，他真的是 sample 王欸，他一做完 sample 我就直接被烧到，好夸张哦。所以呢，我就买了这颗印章，拆开给大家看。看，超美的，你的线条很细致，超喜欢。接下来呢是这个，这是他们的新品。那如果你有看前面的片段，你就知道这是 Ken 逼我，强迫我，强迫我跟他分，也没有啦。就是其实我本来就，我觉得比较不是我的风格的话，我就比较只愿意买分装，就是我不太愿意收整卷，因为等于我也用不太上。好，给大家拉开给大家看一下，这真的是蛮可爱的啦，单纯就是真的是太可爱，可爱到其实完全不是我平常的风格，所以我最后跟他协议好收了三单。好，到这边。好，再来呢，我们来介绍点点橙好了。点点橙的女孩呢真的很可爱，是那种很清新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跟她本人蛮像的，就是一个她画出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的确一直有人在说你画出来的人会跟你自己很像，所以我就觉得点点橙画出来的人就跟她本人很像。对，好，然后我这次买了两套贴纸。其实呢我不太知道，应该说我确定我跟他买过东西，可是我不确定我到底买了什么。他这一次呢还有这个，这真的超可爱的，我真的觉得他超用心的。每一次他很少出摊，但每一次出摊都会准备很多，就是这种小礼物，这只要你消费就送欸。而且这个印刷是那种传统印刷，所以你摸出来就是他摸得出来他有那种质地，我很喜欢欸，而且颜色很漂亮。好，下一样我们来看茄子先生。那这个茄子先生的新品呢，在上一次的嘎啦嘎啦市集已经有介绍过了，因为我已经买好了嘛。那这一次又有新的，然后所以我又去了。其实我真的非常想买那个袋子，那袋子很可爱，但你知道大家家里应该都非常多的袋子，所以我就没有再买了。这个呢是他六月的小茄子。好，我们来看我这次买了他什么新品。这个我买了这两个，那这个是他这一次的新贴纸。哦，这盒子也太可爱了，这里面有很多饮料罐的贴纸，真的超可爱。好，我们来看下一个，这个是纸片师，这也是这一次的新品。里面就是有非常多的文字可以使用。到哪里啊？看看。到这，很长欸。这应该，反正应该90吧，90或100。
下一样，我们先来看那个纸胶带俱乐部的满额礼好了。有一袋满额礼呢，有六卷纸胶带，那那个我已经拿去工作室了，所以我手边这里没有。然后这是这一次的集点卡。好，然后这是他们这一次有赠送的礼物。那因为我比较晚去，所以我去的时候口罩也没了，福袋也没了。但因为我隔天没有要再去，所以我就想说就换起来没关系，所以就没有口罩这样子。然后这里有这个贴纸，跟这个是转印贴纸。他们有特别告知说这一次这个转印贴纸啊是比较特殊的材质，所以不建议使用在纸上，然后比较适合使用在玻璃或其他的异材质上面。它摸起来特别的厚，就有点像那种怎么讲，就有点像你知道看到外面比如说一些店家他的那个玻璃上比如说贴他的菜单的时候，他不是会有一个很像凸起的那种字吗？就有点类似那种贴纸。好，这是他们这一次的满额礼，他们每次都有蛮多满额礼的，我觉得蛮棒的。接着呢，我们来介绍，刚刚忘记说了，刚刚点点才还有这个小邮票，然后它是纸，不是贴纸，真的超可爱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小行星好了，小行星很久没有出摊了，所以很久很久没有见到它了。好，先来分享，这是小行星分享给大家的贴纸，我真的觉得他超级佛心，就是你只要跟他买，他都很愿意赠送你一大堆东西。他那里摆了满满的一桌的贴纸，而且他的算法真的很特别，反正就是很佛心啊，所以我就拿到很多张。穿插这个是他们这一次限定的号码牌，那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可以直接现场排队了，所以我排蛮快的啦，大概10分钟以内吧。然后我去再晚一点，因为我记得我那天是到7点，所以大概6点以后人就非常少，所以甚至不用排队这样，所以我还可以去补非常多的画面。好，再来呢又有更多的贴纸，这些都是赠送的，我到底是去那里抢劫吗？这些都是赠送的贴纸，真的很漂亮哎，超喜欢。怎么可以有这么多这么美的贴纸？我现在是贴纸富翁。现在来分享一下它的纸胶带们，还有这一卷，还有这一卷，我真的太久没有买了，我一次买了4卷。分别给大家看一下原标，这个是读语，然后这一卷我不知道名字。我再把名字都补在画面上给大家，一样给大家看一下循环。这就是一些素材们，我觉得就是平常大家会使用那种这些素材啊，铜扣啊什么的。但你今天如果很害怕说你的本子上会突突的，那你就用这个。就是我觉得这给在意这些事情发生的人真的蛮棒的。它就是有一些异材质的，到这边有一些异材质的纸胶带。然后有些人会在意啦，像我就还好。有些人会在意说，比如说，有蜂蜡在本子里，然后本子就会突突的凹凸不平，如果你在后面写字会影响什么的，这个都很看个人啊。但如果你很在意，我就推荐你买这个，你就可以在你的拼贴上有各种各样的材质，但是又不会突突的。一样给大家来看一下材质的部分，这一卷到这里，这一卷是亮面的，这一卷呢一样有一些异材质的部分，然后它多了很多的花，真的是排好排满。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头在哪，
这边，对吧？搞不清楚，还没到。到这，就是排满了各种素材让你使用。我觉得这些花很棒哎，我其实非常喜欢花，然后我喜欢画的，我也喜欢这种比较有点真实感的花，就是贴起来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两种都可以拥有，全部都可以拥有。好，下一卷我们来介绍这个，这个是毒鱼。这一卷呢，它有白墨的，然后也有黑墨印刷的。但因为我个人比较少用白墨印刷的，应该说我比较少拼贴卡会是深色的，所以就变成我会变得很少用，所以我就没有买。但我真的也很喜欢白色的，我两卷都很喜欢。但没办法，我先挑一卷买。到这吗？对，到这边。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喵大。喵大的纸胶带呢，你们应该蛮常看我使用的啦。如果有看我拼贴的话，因为我真的蛮喜欢它的纸胶带们，因为它这次新的蛮多的啊，不对，它一直都很多，它的产能真的很高，我超级佩服。可是因为我真的预算有限了，没办法一次买那么多，我先买两卷。后面还有文博会呢，我现在可是很担心。其实我到刚才发现他们是一样的，因为现场看其实会觉得他们虽然很像，但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最后买了两卷一样的，但也还好，因为我真的会用，那就没关系。循环到这边，是不是超美的？我真的很喜欢用喵大的花来拼贴花圈，因为怎么拼都很好看，就是你永远可以找到它有那种弯度，是可以让你好好的拼贴一个花圈的。这卷呢是和纸材质，我觉得因为有上那个油墨，感觉就是一个应该说塑胶的材质跟和纸感觉颜色差很多欸。我见了现场，我真的完全没有发现是同一卷，但我两个材质到这边，我两个材质都很喜欢，所以没关系。看给大家看一下，光这两个颜色就完全长得不一样啊，就是一个这个比较饱和，然后这个比较低彩度的颜色，所以我两个都很喜欢。我现场完全没有看到不一样，颜色上我还是蛮满意的。你看，像这个也很明显，一个就是比较偏咖啡，一个比较偏橘。因为我猜是印刷上，在材质上表现出来就不一样，所以你会觉得是两卷不一样的纸胶带。所以我之后会有两卷类似的花，然后不一样的颜色跟彩度可以搭配。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杨君，这个是他的新品，叫搭乘时刻。这完全就是我的纸胶带啊，非常喜欢旅行的人怎么可以没有这一卷。这一卷呢，它有非常多的机票啊，或者是一些跟旅行有相关的，超喜欢的欸。还有座位表，真的太喜欢。这边真的太想旅行了，然后这种就会觉得很想搭飞机，而且很怀念那个机票拿在手上的感觉。好，最后一样呢，我们来介绍飘。那其实我原本想要把飘的全系列，因为我之前的其实我都想要开箱，原本是想要一起开啦，后来我想说算了，没关系，我这个就市集买的嘛，我就跟市集一起开。那我真的太害怕他卖完了，所以我在早上就请 Elan 帮我买，先跟他说一声谢谢，因为我真的是太害怕卖完了。可是我去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我买的东西。那 Pyang 的女孩呢，真的是
除了甜蜜生活外，大概是我第二高使用的。我其实都非常喜欢用它的女孩，因为它很容易可以跟其他的我的拼贴搭配，所以我非常喜欢用。还有它的花草系列也是，我真的超喜欢用。好，那这一次呢，我有跟他买了一个写字手写字的印章。今天也好好生活了呢，这真的超可爱的，我很喜欢。然后我先来分享一下转印贴纸。那这个转印贴纸呢，是也是这一次的新品，有八个女孩。然后这个是花草，然后另一边是花瓶。我觉得这两个可以做搭配，它应该本来就是这样做的啦，不是我聪明，应该本来就是这样子用的。好，再来这个，先给大家看，这超美的，这个是它这一次的赠品，所以这个是没有放手的，但这真的超美的，有没有蓝蓝的感觉？感觉可以，你只要随时可以去海边一下这样子。好，再来呢是纸胶带，那这一次它做的是亮面的 PET。我记得呢，它以往都是雾面，我给大家看一下。到这边。真的超美的，基本上每次平只要出新品，我都会买。好啦，以上是今天的开箱，那之后再来拼贴给大家看喽，因为影片有点长，不小心买太多了。好，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影片。那不知道大家上礼拜逛的怎么样？逛的还愉快吗？有没有买很多？我在文具展还好，但我在自己印的纸胶带俱乐部，我觉得有点爆买的状况。跟文博会比，当然是没有爆买啦，因为你知道，甚至还有人，就是我发了战利品的照片在现实动态，然后甚至还有就是认识我比较久的人，然后就说，哦，这个以你来说真的是很少。对，文博会的时候真的蛮可怕的，如果你有看之前影片就知道。好啊，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我们下次再见，拜拜。